们现在有一个自行车队，他们训练的东西都在这里就 monitor。 嗯嗯，他这特色应该是他利用 电动车的那种，比以前都不方便。对，他在户外是电动车，但是直接整车寄到室内就变室内健身场，所以一车两用。对，不然你要再买很多配件，他就发现了技术，平时也可以出门，也可以对对对，在外面叫马达，在家里叫发电机。因为以前这种训练台是用一个刹车把你卡住，就是像那个缆车主力。对对对。他现在人上直接电动车就平常是主力控制，去顺便充电的，顺便健身，顺便充电。两用。